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m。我这次要教大家如何在一个成功的女性面前，依然是一位成功的男性。第一招，在你无聊时，靠近墙壁，拿出一本书，想象墙壁是你的好朋友，我们坐下看书。我们看到两点。第二招，在你口渴时，拿出两个水壶，依然靠近墙壁，想象墙壁是你的好朋友。我们开始做。我们做到三点。最后一招，在你洗澡出来时，靠近墙壁，依然想象墙壁是你的好朋友。擦汗，我们擦到六点。你们学会了吗？Can still come through. Don't give up on us, baby. Don't give up on us, baby.